来自我介绍一下。我叫江凯，今年26岁，来自辽宁。我要向我心目中既神秘又漂亮的女神告白，我要大声地告诉她，我喜欢她，我爱她，我想让她不要在晚上我们偷偷摸摸的约会见面，我白天我也要跟她正大光明的约会见面，我让她做我真正的女朋友。你这是白天不懂夜的黑呀、啊，是吧？你们只有晚上见面，这说起来我还挺不好意思的。他晚上见面当然不好意思。我们认识是在网上认识的，看见他第一眼的时候，哇，这个小姑娘好漂亮，看起来好舒服。他说我爱你的时候说我爱你，然后说很舒服。你的表情这么丰富啊。往后我们俩见面越来越多了，约会也越来越多了啊。都在晚上吗？是咖啡厅啊，电影院，就是光线很暗的地方。完了之后我就想白天约他见个面。没等我说完，说江凯，我们俩以后不要再联系了，我是爱你的，但是我们俩在一起是不可能有结果的。这听着语气越来越像小倩。什么样的女人白天见不着人，只能晚上见面。我也在好奇什么样的工作非得晚上出来呢，所以我想到了一点，就是他可能是酒托。他不会是酒托的，因为我跟他问过他嘛。如果他不是酒托，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他有男朋友，或者说他有家事，他坐在特别灯光昏暗的地方，他就怕被别人看到。现在网络上有一个叫见光死，让你在灯光暗的情况下是模模糊糊朦朦胧胧，你看着还挺好看，可能一白天灯光一照，这个人的脸上然后全是坑啊，全是痘印啊什么的。有这么一说吗？他又没瞎，长什么样能看不见呀、啊？我觉得大家把这女生想得太邪恶了，说不定人正好是事业上升期，人现在白天事情很忙呢。你现在反串演员非常多，说不定他是跟你玩恶作剧开玩笑呢。也许这3个月以来，你相处的人一直是饼干。那你今天来是？我今天来，我就是要证明给他看，我是专一的。同时我也希望他今天能出现在节目现场，有什么话就直接说出来，不要就这么不明不白的就消失了。江凯与王雷通过网络认识，2个月后两人发展为恋爱关系。可让江凯无法接受的是，女友王梅只在晚上和他约会，每当灯光摇曳，王梅出现又消失的时候，江凯就很难释怀。那么到底是什么秘密让漂亮的王梅只在晚上出门约会呢？今天她会来到现场接受江凯的告白吗？听你的种种描述，我们不足以完全去判断这个女生是个什么样的女生，但是男女之间的交往3个多月，没有什么具体的信息了解，这确确实实是极不安全。这个女生会不会来到现场？接下来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。请站到开启告白之门的按键旁边。问你几个问题，女生如果没来怎么办？我相信她要是爱我的话，她肯定会来的。如果她有男朋友呢？如果她要是有男朋友的话，我只能说放弃了。我祝福她，我也不会再跟她联系了。如果她很丑呢？我只要她这个人就可以。真的？真的。如果他长得很丑，不是他所画的那个样子，你也能接受？我能接受，我只要他这个人就可以了。让我们一起倒数5个数，看看这个女生是否会来到现场，一睹她的庐山真面目。5、4、3、2、1，请按键。
对呀、啊，现在是晚上啊。来，来吧。傅老师真的没来，因为我看过你们好几期节目啊。门打开没人的时候，大屏幕上都会出来。能不能让我也看一下大屏幕？是叫第二现场是吧，傅老师？对，你看一个节目啊，观众们熟悉到一定程度，那我们的一些技术啊，一些悬念啊，都无法保留了，这其实是个失望。你真要看啊？我要看，那看一下我就死心了吗？那就看一下吧。哇！王梅，我就知道你来了。到这个舞台，我就要证明给你看，我是爱你的，我是喜欢你的，王梅，江凯，能不能给我一次机会？江凯，我们只是网恋，我工作配不上你，家庭也配不上你，别这么执迷不悟了好吗？王梅，你现在能不能告诉我，你是不是一直都在骗我？我没有。王梅，你把事说明白。既然如果你要是真心想跟他分手，你真觉得不适合，你就让他死了心，你就把这事儿说出来。我在酒吧做推销酒的。那又怎么样呢？销售人员吗？可是我们这种工作，其实我觉得挺低微的。那你自己看不上自己的工作，那别人还能看得上吗？这工作不是问题，还有什么别的问题吗？我觉得我们差距还挺多的，就是我觉得不单是工作吧，就是还有其他更多的。什么呢？都很不适合。你说清楚，说清楚哪不适合。你既然要来分手，就请你说得坚决一点，你别藏藏躲躲的，到底哪不合适？其实我都是画出来的。你能不能不找这么多借口了，王梅？江凯，我实话跟你说，我真的长得很丑，我所有的我都是假的，
我就是个假人。你是说你素颜的情况之下和现在相差很大是吗？是，我素颜很丑。那你知道你的素颜的样子迟早有一天会被看穿的呀。所以我就一直保持跟他晚上约会。其实我也挺喜欢他的，但是我知道我自己配不上他。那你今天来干嘛？我想给他。你下来说行吗，王梅？听他说，王梅，你什么意思？我就想给自己一个机会，给他做一个选择。你是准备上场吗？如果他能接受我素颜的样子的话，那我就上了。你是意思你要卸妆是吗？我想让他看我真实的样子。在内心深处，王梅对江凯难以忘怀，所以一直在晚上约会的王梅鼓起勇气来到第二现场，接受江凯的告白。可是从小脸颊就长满黑斑，王梅非常自卑。虽然二人通过网络认识，可是我们感受到他们的感情纯粹真实。为了给予王梅勇气，年代团的女嘉宾们一致决定卸去妆容为她加油。那么王梅会最终鼓起勇气来到聚光灯下素颜面对江凯的告白吗？你愿意接受他素颜的样子吗？我愿意，只要他人到了我什么都愿意接受。你想好了？我只要他一个人。真的？对。首先掌声欢迎我们的四位女生素颜登场。好，我们接下来请我们在场的五位男生来评价一下这四位女生，她们和平时带妆上节目区别最大的是哪位？应该是她吧。在我这个角度看，基本眉毛没了嘛，其他的都很好。现在的一些化妆术真的跟整容效果有的一拼。有一张那个化妆的图片，就一个女生这么小画这么大，真的化妆弥补了你们的一些缺陷，一定是比现在从色彩轮廓都是好看的。但是在卸去妆容之后的那种轻松和回归本质，往往让我们感觉到有一种信任感，这种信任感尤其也是一种美。接下来到你了，那他妆前妆后是不是会跟他们是一样的一个效果？再次确认一遍，你要接受他素颜的样子吗？我接受。你确定？我确定接受，我只要他这个人。请站到开启告白之门的按键旁边。他的妆前妆后的差别超过20%，你是可以接受的？不管多少我都接受。即便他脸上曾经有过刀疤或者是别的一些缺失，你也可以接受？对。真的？对。如果他的前后差别真的很大，你选择留下，我可以赞美你真诚；你选择离开，我也可以理解。所以不要有道德绑架。最后再确认一遍，真的100%都可以接受？100%可以接受。5、4、3、2、1，请按键。等一下，我现在想，你真的做好准备看我的素颜了吗？做什么准备？你出来行吗？现在给你1分钟时间，你再考虑一下。我给你5秒钟时间，你不出来，我进去拽你。1、2、3、4。不挺好的吗？你要站这儿来，站这儿，站这儿。谁啊？掌声给他，让他抬起头来。你平时有不化妆的时候吗？
没有。都化妆？嗯。不就眉毛少点，有什么不对的吗？主持人，你不知道，我小时候长大，长大以后我才去医院做了祛斑手术，可是现在我的皮肤变得好薄，这儿还有红血丝。啊、哦，别哭了，白里透红，与众不同嘛。之后交了个男朋友，嗯，有一天他看到我素颜，就是没化妆的样子，嗯，然后他拔腿就跑，他说我是个假人。那真是。出来以后我就。我就每天都用化妆来掩盖自己不好的一面。好了，你听我把话说完，你听我把话说完吧。然后我也没心思再接下一场恋爱了，因为我害怕了。所以自从三我跟江海认识，第一次约我的时候，我特兴奋，但我又特别害怕。这些话你跟江海说过吗？没说过。那就不要再说了。接下来我们进入告白时间，你单独说给他听。来，江海站在那儿。你站在那儿，接下来是江凯的告白时间。王梅，自从我第一面看见你的时候，我就挺喜欢你的。后来跟你接触以后，我就感觉你确实是我最需要的人。真的，你的长相并没有那么重要，我喜欢的是你这个人，你的温柔，你的直接，你的处处为我着想。就在你不跟我联系的这段时间，你消失的这段时间，我去过很多地方找你，我们玩的地方，我们约会的地方，我都去找过你，每家酒吧我都去问，我说你认识王梅吗？每家咖啡厅我都去过，一坐就是一晚上。江凯，你先听我说。第一次跟你在网上认识的时候，其实我对你也产生了感情。还记得第一次你向我告白的时候，你家人怎么看你？你父母怎么看你？以及你的亲戚朋友他们怎么看待你？我跟你说，王美，这都不算什么，我都会用我自己的方法去解决的。
其实我今天来到这里，我就是想告诉你，我对你是真心的，我爱你，王梅。那好，那我现在就站在你面前，你好好仔细看看我。要看清楚，如果你现在后悔的话，我尊重你的选择。不要再哭了，没事，我是男人，你的一切我都会接受，你有什么跟我说，我会一起帮你扛。那王美答应做我的女朋友行吗？那我我爱你。泪水和你的柔弱完全弥补了你妆前妆后的差异。我要告诉那些过度化妆或整容的女生，爱美之心人皆有之，没错，它有个前提条件，是美的真实。就像我们今天的四位年代团的观察员们啊，他们就很勇敢，他们敢以素颜面对，上镜一点都不惧怕，我们掌声送给他。敢在自己最爱的人面前暴露出自己最丑的样子，他能认可这个，他有真爱啊。当然我不是只说在生活当中就不要捯饬了，捯饬还是要捯饬，因为那是一种基本的礼仪，好吧？好的，谢谢谢谢苏老师。行，再见。谢谢贾薇老师。谢谢。